我今天来到了这边是观音海水浴场。对，然后我跟傻鹿他们一起，我们要来净滩参加台客电音派对。现场真的爆炸多人哎，全部都是净滩的人。哇，有看过这种人潮吗？这么多人来就是为了净滩，超猛。耶、yeah, ，是林轩。我们是网友。对对，我们是网友。第一次见，超多都是网友，都是根本在网络上认识而已。对。捡垃圾。第一次见面就跟他借 GoPro。我们现在这边就是净滩的会场，然后超级多人。哎、欸，这达路跟台客导演，我们待会就是先附近走一走，然后找一下一区就开始捡。我们刚准备好手套，然后要走过来，就是净滩，结果没想到第一次遇到这样，净滩竟然要排队，因为我们准备要过去 B 区，但是 B 区比较脏，但超多人要去，好吧，我们改变策略。哎、hey, ，我测泽瑞，我测没？我们走海边比较快，走海，我们直接涉水。哦、oh, okay, ，太多人在排，也可以、啊，也可以，因为我们没带鞋子，净滩要排队。你的鞋子 ？OK，cool。我们先过去就行。好。我们现在目标就这样吧，这边塑胶都拔掉。超级多人的，你看，全部都是人。我们捡完，走到底了，被赶回去了。应该回去电音派对了吧？电音咯。你还有力气跳舞吗？行啊。可以吗？辛苦了俊杰，他在帮大家引导，他在引导大家丢垃圾。你的眼镜是？哎、欸，你的眼镜是40岁的中年大叔来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很久没看到我的感觉？久啊，两个月。我说我两个月没发影片了。哦，影片真的超久，啊、等超久了还不上片。这支影片是回归影片，就是期待很久了。我要整理我的私讯，然后放进这支影片。我们要被赶走了，谢谢大家。你们可不可以转过来，然后看一下那个海边？好的。这是很感动哈、哦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海边，然后很感谢大家。今天我不知道你们捡多少袋了，来捡一个袋、两个袋，还有一些猛男捡一台机车，但是就是谢谢大家今天可以出来玩，出来尽你们的一份努力，然后让这个海边可以像现在这么漂亮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